22年前为守护祖国海空，王伟壮烈牺牲。这些天，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开展系列活动，纪念海空卫士王伟。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海空卫士王伟希望小学，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官兵代表与驻地师生在烈士塑像前举行纪念仪式，深切缅怀22年前为守护祖国海空壮烈牺牲的王伟。我们在这里举办纪念活动，就是要用英雄事迹感召官兵，激励他们继承和发扬王伟勇于牺牲、敢于奉献的拼搏精神，强化他们投身舰载机事业的使命担当。仪式结束后，大家来到新落成的王伟希望小学国防陈列室，进一步了解王伟烈士的英雄事迹。学校每年也都会组织开展多种多样的纪念活动，就是想通过这些活动培育学生的家国情怀。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在王伟生前所在部队，官兵们也用一场场实战化训练致敬英雄。训练前，多支飞行部队专门在战机前组织重温军人誓词活动。训练中，官兵高质量完成昼夜间空中对抗、伙伴加油等实战化科目训练，以实际行动传承英雄精神。作为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我们将继承王伟英雄的遗志，苦练精飞，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推动舰载机事业稳步向前，努力提升打赢未来战场的本领能力，用实际行动完成英雄的夙愿，坚决捍卫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